大王崛起，亚运会大赛在即，中国男篮正在上海崇明训练基地进行训练。媒体人球圈赵探长晒出王哲林的一组照片，并写道：王哲林也改号码了，国家队14号成为过去，新号码是熟悉的31号。31号是王哲林在福建时期的号码，在那里王哲林拿到了自己的首个联赛 MVP。